海面上面有幾個事物，但有些朋友是未見過的。為什麼呢？剛剛四海哥來了，於是乎我台面有幾個這些，不能好想著陰我啊，因為有些冚家產啊，說屌你老母要去報串啊，你們賣中成藥啊，屌你老母。阿澤說我這個是盒來的，你快想一點啊，而且我們的交收啊是不會在這裡的，我亦都唔會公開發賣噶，我哋只會喺朋友與朋友之間互相，如果你有需要嘅話，就揾我，咁我就會叫四海哥同你接頭，即係好撚似屌你老母閪，好撚似以前賣翻版碟啊，賣又未知要賣白粉，賣翻版碟咁撚樣。OK， 俾撚完三兜嘢，可能帶你去屌你老母，唔撚知邊撚度個樓梯咧，然後屌你老母閪。是不是 Office 97啊？咁樣樣啊 ？OK， 咁好啦，大家見到兩個產品，乜唔係三個產品，係兩個產品。第一個我唔使講啦，起死回生護骨酒。記住唔係虎骨，係護骨。雖然佢有隻老虎喺度，有咩效果？總言之四個字形容，妙不可言。骨痛嘅再沒有骨痛。我咁多舊嘅 friend 啊，係唯一一個係叫做對症下唔到藥，但佢都好感激我，因為佢係一個骨枯嘅病人，真係慘啊，淒涼啊。你知邊個啦？阿姐。骨枯咧，即係啲骨嘅細胞係死曬，冇得搞嘅。咁但係另同一時間佢有骨膜炎嗰啲咧，就全部好翻曬。於是乎佢買多幾支油。OK， 實在係妙用無窮。而且另外有個你可以話係 side effect， 但係呢個 side effect 有啲人當係正宗個用途嘅，就係咧，屌你老母係佢真係強壯筋骨。係啊，我已經係一個51歲嘅中年人，性機我嘅性機能咧係比以前係弱咗啲。哦，正常啦。對一般女人嚟講係啱啱好啦，而家因為以前太勁啊。OK， 我從來唔會講話自己幾多千擊嘅，不過我係下下我因為我其實除咗呢、這個，即係大家知道我好多綽號啊。我另外一個綽號叫花心王。咩叫花心王啊？啲人話，啲人以為我係咪好撚花心，中意好多女人？非也非也，係因為我往往能夠直倒女人嘅花心。哇，咁勁！你知唔知咩叫女人？直倒黃朗岳飛啊！你知唔知女人嘅花心係咩先？阿喵喵唔知唔知女人嘅花心係咩啊？嗱，而家咧，大家可能真係後生仔又唔知啦。年紀大少少嘅，有睇過下啲章回小説啊、武俠小説啦，甚至乎啲鹹濕小説啊。花心咧，簡單啲講就係陰鬱，或者再簡單啲講係 G 點。咁冇理由叫我 G 點王啊？係啊，係嘛？花心之王，花心之王，怎麼可擺脱花心之王？嗰啲女啊，一度同我搞到唱呢只歌，點解？佢想擺脱我，因為我下下倒正花心，佢頂唔順啊！你耐唔耐一下花心，佢欲仙欲死啫。你下下倒正花心，佢真係死之中又唔捨得擁開你，仙之中又要攬住你，真係欲仙欲死。咁所以其實嗰陣時，我好多女朋友咧係因為咁樣咧離開我嘅。但系而家我年纪大咗咧，反而功个能量减嗰啲就啱啱 fit 一般嘅女性啦。不过自从我饮呢个护骨酒啊，系争啲讲紧错护骨酒呢个护骨酒之外后咧，哇！我饮嗰次大家睇只节目睇住我饮一杯仔，我系连续九日。屌你老母！朝朝起身咧，不能够再喺个马桶度屙尿啦。点解咧？因为如果我喺马桶屙尿咧。我要將佢，因為佢太撚強硬啊！咁你屙唔到，你冇理由冇理由咁樣屙尿㗎，係啊，係咪先？於是乎我又撳低佢，撳低又撳唔得太低喎，因為太撚勁啊！好痛㗎！咁於是乎我又褪後，屌你褪撚後到咧，我間屋又細喎，得七百尺啫嘛，我間屋住村屋，褪撚後到咧，去撚到老母間房咧，然後嚟啡啊，先啱啱啡到嗰個馬桶，太麻煩啦咁樣，唯有於是乎咧，我將督尿咧要喺個企缸度。屙啊，正常啦，系嘛？屙完又肥翻个企缸咯，系咁俾我老婆闹咯，但系冇办法啦。当我老婆见到我哇，屌咁捻强劲嘅时候咧，又嚟花心，佢梗系唔系啦，即刻匿入房锁翻只门啊！因为佢以前佢其实佢咧，因为点解咧？佢以前啊考虑嫁唔嫁俾我之前啊，就系考虑呢样嘢。喂，如果咁样搞法，佢真系命都唔长噶。OK， 咁但系咧。而家咧，所以我就唔夠膽太飲咁多呢啲護骨酒。兼夾如果有高血壓嘅朋友咧，真係唔好飲咁多。OK， 咁點買法 ？WhatsApp 我66982429，幾錢啊？人哋幾多錢俾我，咪幾錢俾你哋咯，又唔係買賣，即係自己 friend sharing 啫。$500唔加價，五嚿水，嚟自北韓嘅護骨酒。OK， 咁另外啦，仲有兩盒乜撚嘢嚟噶？好奇怪呢兩盒嘢。呢兩盒嘢嘅銷路竟然係比護骨酒略為遜色，咁我研究過點解嘅？
因為護骨酒你即刻見奇效嘛。係啊，但係呢啲喂係救命藥，咁一般人唔係咁容易死嘅，特別香港人係嘛？咁佢未死嘅時候食咗，咁個結果係點啊？都係唔死啫。係啊。咁佢唔死，佢又點知道即係對佢有效咧？佢又唔知道，其實佢冇食呢只藥，可能死撚咗啊！佢唔撚知嘛？呢、這個安宮牛黃丸嗱，本身咧，大家知道北京同仁堂啊，有乜撚嘢？屌你馬伯良嗰啲牛黃丸啊，做乜撚嘢噶啦？嚇、啊，即係腦血管嘛，中風啊！好、嘅，其實佢嘅成分接近一樣，不過我覺得佢嘅奇效更加神妙，因為佢嘅藥係嚟自北韓，而北韓係一個未開發的國家，簡單啲講係窮撚到連農藥都冇錢買，所以佢嘅藥咧係更加 natural 即係自然啊，又冇就更加係個功效更加大。嗱，我有朋友咧，佢本身嘅先生啊作中風 ，OK， 咁啊於是乎咧，佢就不嬲都用呢個安宮牛黃丸嚟即係嚟即係防止中風啦，就 monitor 曬佢所有指數，有食安宮同冇食安宮嘅時候，跟住聽見咁都重貴皮重皮嘅喎，700多元啦，係嘛？跟住聽見呢一隻，哇！屌你咪咁撚平，又佢又相信我比利哥 ，OK， 又相信更加相信四海哥啦。最主要係四海啫，即係所以有咩事就揾阿沈四海，就唔好揾我。係啊 ，OK。咁於是乎佢話買翻盒嚟試下啦，因為咧人哋係700多元、800元一粒啦嘛，我哋係點樣啊？我哋係1200元六粒，而佢發覺嗰個食完之後，因為佢 monitor 住啊嘛，你普通人唔知啊，藥效係一樣嘅，一樣係維持翻佢嘅血壓啊，各樣嘅水平。OK， 哇咁啊平好撚多，1200元屌到六粒，人哋600-700元一粒，唔撚單止係平好撚多，因為人哋係唔會再附送呢一個安心牛黃丸。係，咁安心牛黃丸係咩事啊？顧名思義，佢就好撚安心咯，食撚咗。因為點解咧？呢、這、一個安心牛黃丸本來唔係啊精心啊 ，sorry 精心，我成日記撚住啊安心事件啦，唔好意思啊，都差唔撚多啦，食撚咗精心就安心咯。好撚簡單啫嘛。嗱，精心牛黃丸係咩件事咧？嗱，本來唔係一套嘅，但係因為根據咧，我哋唔好講邊個中醫師啦嚇，咁梗係唔係我啦，即係老實講，大家知道我對武術，大家你知唔知道中國嘅武術係乜嘢？衣卜星相嗰啲啊？山医命相卜，山术即系法术，医命理啦，睇相啦，同埋占卜。我唔够胆话我啤梨马居士对呢个五术好有研究，不过江湖上嘅朋友咧，有咩疑难杂症啊，都会嚟问下我。呢、這个系亦都系唔能够否认嘅事实。咁我咧就觉得，咦，呢、這个牛黄清心丸。食撚咗先，解一解毒，清一清心，然後先再食呢個安宮牛黃丸，個效果更加顯著。即係話人哋800多元一粒，係我哋呢個安宮牛黃丸係1200元六粒，再加10粒清心牛黃丸，16粒嘢，屌你老母16對1，只係貴400元，你點能夠唔買嚟看門口呢？假若真係屋企人，急需的時候，喂，真係作中風嘅話，中風嘅時候擺粒脷底，當然啦，中咗風啊，未必脷底有用噶啦，可能要開水啊，到時先啦。我哋有說明書教你，開水慢慢喂佢，對於佢復原嘅效果係非常顯著。平時愛嚟養生，愛嚟養生，好似我啤你咁，而家嗱肥仔金每日據說嗱四海講噶，唔係我講噶，每日食一粒。咁當然佢食得起嘅，但我覺得佢始終係30多歲，需唔需要每日食一粒，我就好懷疑。我啤你咧就一個月食兩粒。OK， 人哋有其實可以食3粒嘅，我食兩粒。哇！我食完之後咧，唔知係心理作用定點啦，我硬係感覺到我比以前係更加 strong。再食咗呢個嗱，其實兩件事嚟㗎，同護骨酒冇關係㗎。再飲埋護骨酒。哇！我直情覺得自己屌你老母喺 Spiderman 咁撚樣，屌你老母日日可以喺琴上喺深 wear 琴上琴落琴嚟琴去，又噴嘢噴絲啊！屌你！所以咧，我覺得大家咧絕不猶豫啊！每個朋友，因為四海嚟到喺而家 Monday 睇撚住我，冇辦法一定要 sell 下啦。OK， 呢個牛黃丸同埋呢個護骨酒嚟自邊度？嚟自 North Korea 北韓一個神秘嘅國家，白頭山下面。誕生了金氏一族，他們的血脈
係好撚神奇。屌你老母，大家都咁撚矮，甚至乎有人話：屌你老母，金正恩唔係金正恩，金日成又唔係金日成，好撚神奇啊！呢個國家係嘛，即係好撚神奇啊！咁大家留意呢兩個產品啊，咁咧都係要訂貨嘅，不過。其實咧，我開始有少量存貨，都係非常少量啊！唔好諗住行上嚟買啊！屌你老母，你俾咗電話我先啊！因為我哋基本上咧，你 WhatsApp 咗我，我哋好撚神秘，好似頭先咁講。你電話幾號啊？